好高兴 AM 七三零凤凰网港股同埋 PR Asia 颁发建出上市公司大奖俾我哋安乐工程。呢个奖项无疑系对我哋集团发展同埋企业嘅管治俾我哋一个好大嘅肯定，更代表喺我哋新科技、新市场、新业务模式发展嘅策略，带领集团走得更高更远。安乐工程集团植根香港四十几年，逐渐发展成为今日领先的机电工程服务供应商，业务涵盖屋宇装备、环境工程、资讯、通讯、屋宇科技、升降机和自动梯四大范畴，足迹遍及香港、中国内地、美国、英国等海外市场。一直以来，我们是以众承诺、慎履行、创成果为我们的座右铭，积极追求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致力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先驱，同时为社会带来贡献。我们的团队在不同大型工程项目中率先采用创新科技和专利技术，提升工程质量和效率的同时，亦減低因施工而對環境帶來的影響。最近我們建立了集團首個綠色金融框架，成為全港首家機電工程集團獲頒建造業議會可持續金融認證，貫徹集團對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承諾。作為本港機電工程的先驅，我們致力推動業界發展，以人才培育為己任。多年來，集團已培育了過千名工程系的大學畢業生和技術學徒。隨著今年安樂工程培訓中心的成立，為同事提供一個專門培訓空間之餘，更引入創新科技提升教學效率，裝備同事迎接建造業數碼化這個新趨勢。展望未來，我們將善用財政穩健的優勢，始終堅持新科技、新市場和新業務模式的發展策略，找緊未來機遇，為持份者、業界以至社會帶來更大的貢獻。多謝各位。